鱼啊，真的好啊。不过呢，波乜嘢个剩好多流。吓？好多流个。这个也不是什么，不知道是什么草。这个长很多刺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凤。这个菜啊，长得太好了，吃不了那么多。今天和我奶奶来摘这个菜，然后拿到市里去卖，很贵的哦，现在买2块钱一斤的哦。你们那里买多少钱一斤呢？能告诉我吗？这个是空心的哦，这个里面是空心的那种苦麦菜哦，这个是很受欢迎的这种菜，这种品种是不一样的哦。好了，我就先拿这个菜去市里去卖了，先不和大家聊这么多了。喜欢小凤的视频，记得点击关注哦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